舒缓，谢谢。头好长长洛璃的星辰万寿菊花瓣。晚安，头好壮壮洛璃，你们吃饭了没呀？吃饭了没呀？晴天，我也想你了，晴天，有吃的很嗨哟。哎，这个刚下班第一个，当然开心喽。洛璃一下子叫做，哎，我最近又是大量的喝洛璃一堆洛璃牛奶，我发现呢还是自己打比较好。其实自己打可以控制那个量，有些会加水的，真的会让我哇，居然给我加水，居然给我加水，真的很好，那就好。还好你们先吃了，八点快九点吃不算，好胖，算真的蛮晚。安内没，安内唔好。我刚刚讲什么？你让我先吃完饭好不好？我快速吃完，然后边看。留言，我想一下哦。小熊熊晚安，熊熊今天很早，熊熊吃饭没啊？熊熊，我要讲什么？洛璃叫做我的甜心洛璃，甜心宝贝洛璃，叫甜心宝贝洛璃吧。我突然想听这首歌。然后你就进来了，所以谢谢晴天的行李箱。你家乐说这次九月只比欧乐冰是强，对啊，他是不是幸运啊？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刚好的他的扣打就只能抽两次，然后两次刚好就抽中我了。我觉得可不是幸运哦。等他本人出来现身说法一下。哇，好好。哇。谢谢小翔的拍手跟波喜的，你是救你的吗？每次看到那个都很想要这样子。掉你，我要吃饭。我就是，我忘了今天吃什么。哎，居居，你干嘛？哎，哥，你怎么越来越绿了？你的头贴，你头贴上次还蛮正常，怎么这次变这样？这是岳母煮的，这是什么？洋葱炒肉，就是岳母的拿手菜，吃不腻，叫我每天吃我都没关系。谢谢头好壮壮洛璃分享的直播间烧肉，没有啦，这不是，这是什么？我记得之前我在直播曝光过一次，应该说蛮多次的，因为真的很好吃，吃不腻，家常菜的概念。我要讲什么？有点钝。我现在有点改，也不是改变生活心态，总之就是。下班比较晚，今天应该可以说没关系，不过就是晚餐时间可能会变得以后可能会变得差不多，就是又要再诱惑米家乐一次，又。
可口可乐 Zero Sugar， 畅爽新滋味。是史上最好喝的可口可乐吗？你是说哪一次的直播，绿哥？就知道。绿哥是说上一次吗？你说那个上次我是不是讲到DD52的事情？然后那一次的直播，你在讲那一次的直播吗？我总不能跟你说，对，我就在 QQ。谁会这样讲啊？到底会有人哭，会跟你说对他在哭的吗？没有吧？什么东西？我刚只看后面的，对啊，反正现在的留言应该是没有很多，所以我可以慢慢来。谢谢黑流星的亡灵节骷髅，就是你DD52直播，你是中国名字，因为我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很丢脸哎。而且重点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开播出，所以你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总不能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搪塞吧，就完全说不过去啊。因为毕竟会让我哭的事情真的不多，所以等等啊。我看着我的饭觉得很诱人，所以我要先吃，我不理你们。绿哥说看到嗡嗡吃东西就好饿，不是，因为这个时间大概也是晚餐时间的，所以不然我就在一个很冷门的时间，比如说我现在是什么3点播然后吃东西，你就不要跟我说哦，那时候也看起来 好想吃，那的话就是你嘴太馋。我的的的的的的爱情好像来得太早，还好不是弄到白色衣服，这样的话我就直接下播，太生气直接下播，然后去换一件衣服。欸，我觉得今天穿白色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黑，至少比上几次看起来都还要正常一点。你提醒了我还没吃，到底会有谁忘记会吃？你是忙到忘记吗，波奇？波奇，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啊，你看看你，染色后的白衣多少出？染色后吗？我想看这件原价大概，我想要多少钱啊？这件好像200元。那如果是沾到酱的话，我大概1亿出吧，一定不会有人买。开一个天价，你可以把它当抹布啊，哈，10元出，然后你把它买去当抹布，可以擦地板，不错吧？好想看我这个吗？开球吗？你确定吗？我觉得会变成综艺，就是不是开球，是综艺开球，就是你懂的。我其实有时候真的很不想要这么综艺，就是不想要这么好笑。我出一张握手券，谢谢花生，花生来了，花生。今天开球超有趣的吗？你说我 TP， 哎，今天是 TP 开球对不对？是吗？我已经忘记日期了，但是我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波及到那个程度，大概波及的速度我在慢慢变快，现在在时代进化中，从2002年进化到2009年之类的过程。嗡嗡竟然，我知道开球怎么花时间，不是，就是有在进步了，好吧，我在进步了。嗡嗡不知道我，今天怎么说你在嫖啊？哥，今天留言没有很多，不用嫖，真的省一点用。你真的是飘到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忘记吧。我提醒你一下，真的留言还没有很多，你留言多的时候真的想要听的，因为我当下回你的时候你在嫖，现在先省一些。5518晚安，晚下班，对，毕竟我还是一个需要生活的人嘛，对吧？草莓酱晚安，来，谢谢绿哥的分享直播间。昨晚有点忙，
本来精神不太好，现在看我精神都来了。你也很会挑时间，刚好就是我嘴巴正满满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就一直疯狂。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其他三个人都不在，所以你今天就是要扛起这个重任。我觉得是乌诺交代过你这件事情，或是干嘛，或是你想要趁他们三个来之前先来个下马威吗？给主播下个马威。但我现在嘴巴有点忙，就是了，我可能讲话会有点像机关枪，所以。我换一首歌。我的亲爱的姑娘，今夜结了婚吗？哎，我问你们，浪的才艺主播多吗？就在。浪上面卖艺的，就是我指什么唱歌跳舞啊，因为毕竟在一个手机小小的空间里面做事，其实也没有到很多，所以我就真的好奇，有人专门在很多这种人吗？一定有，我知道，只是不知道多不多哎、欸，还是我转型一下，不知等等，我刚好在看其他地方，飘都没有看到，唱歌潮真的假的？很多是不是？就是整哎、欸，如果你真的，因为一般全职直播主应该都播比我多很多，我的视角就算很少了。有些人是真挂整天，他们整天就唱歌，是不是？谢谢柠檬的 podcast。但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要我当一个全职直播主，我不行，我真心不行，真的。我快吃完了，我已经慢慢给剧本。等一下，乌诺啊，不是乌诺，看到剧本想要乌诺绿哥，你们家乌诺去哪里了？查查跟女猫应该在上班，我知道。就是乌诺今天是一点人影都没出现呢，他还好吗？还是他生病了？哎、欸，我没有诅咒他，我只是疑问。快吃完了，等我一下米家了，我现在看着你的留言准备要回你。嗯，乌诺说他很想你，哎呀，我们在桃园啊，为什么是你派你代表来回？你这样根本就没办法一心二用吧？你还要这样子？其实我可以等你们，好不好？不用急，真的不用急。乌诺说 ：“Hello， 你是在看开球吗？我其实不知道开球到底什么时候，是现在开吗？现在看的话，哎、欸，麻烦专心看一下开球。开球只有当下而已，直播有很多时候，好吗？嗯，快吃完了，哦，真的有饿哎、欸，我快不用减肥了。”很忙，他工作好多。你是说真认真的工作，还是帮我剪片干嘛的，或是什么宣传？负责看现场跟负责看直播，分工很。对啊，我问你们，你们会觉得来看直播，来挂着直播，就是你挂你推的直播是你的义务，还是变成一种习惯，还是会就是哦有空来看看这样子？我不懂哎、欸，就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哦。这是我的义务，所以我应该要这么做。习惯吧，是吗？哎，波姐也飘了，波姐飘，就习惯二四晚上就是要跟主播聊个几句，然后跟几句天再睡觉，我比较睡得着这样。对啊，我觉得应该是习惯吧。但绿哥那样讲，会有点担心是不是义务之类的。然后他就不回了。他整个消失哎、欸，他想要怎么回我？现在熊妹没有播就很不习惯。你就一直飘，你哥你一直飘，我就得先看啊，不然你就是浪费你的浪花这样吗？我知道现在留言应该是还没有很多，对，我吃完有力气就可以回复你们了，绿哥。
我觉得你是越来越矫情的部分了，吃什么跟不是两份什么是吗？我刚刚看到那一句话是那样。你们什么时候走矫情路线的哈？我还你好不好？还你矫情的绿哥。我觉得吃饭听这些歌，这个歌完全不搭哎，好像让我更没有食欲了，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促进食欲的歌？促进食欲的音乐，这个来一下。爵士哎，不错哦。劲打缤纷乐。我们在餐厅的感觉，这是咖啡厅啊！还有人挑吗？的时候，你们总是在我低头的时候按挑，然后我就整个就完全没看到，我一个字都没有看到。等我，我快好了，我快好了。你们先不要挑，真的不要挑，保证被浪费。我的口红已被吃的差不多了。什么抓我低头的时候飘吗？我是看成那样子吗？但我相信你应该是我看错，不是你的意思，是我看错。
完口红了，我们好一些。哦，好了，不要换这个让人失之大动音，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下午茶的。换点别的，换点别的。八年七八年级最爱的怀念好歌，这边的歌我都知道哎、欸。七八年级，八年级吧，七年级听的歌一样吗？好吧。米嘉乐说：“嗡嗡，你觉得帮我挑外套跟陪我挑外套哪个问法好啊？”然后接下来句是：“我朋友说第一个问法会显得我没有主见，你是想要去挑你的衣服，你自己的衣服，还是要帮人家挑生日礼物吗？”我觉得是帮别人挑生日礼物的话，那很简单啊，你就说：“哎，陪我挑一下外套，陪我挑一下外套，就是我可能不太知道说送什么样的外套人家会喜欢。”可能女生眼光会比较好一点，这样。那如果自己的话，挑自己的外套，这个听起来有点，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太亲密。就是品涵有把握拉黑名单没有？目前品涵还没有理我，没有，我还没有加品涵，我不知道品涵到底是怎么想。那要挑嗡嗡的衣服的话要怎么？这是都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同时挑两个？你告诉我。慢一点，我反应现在有点慢，有点钝。你说什么帮我挑外套吗？你说你要怎么问我？你当然不能以我为一个基准啊。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不太，你如果跟我讲，米嘉乐如果跟我说帮我挑外套，陪我挑外套，我是都哦，我不会想太多，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女生会不会想太多了。我相信应该是帮自己挑吧，帮自己挑外套的话。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亲密，我觉得没有那么妥啦。看，除非你们已经蛮要好的，那就另当别论。可以送外套给我，你要送什么外套给我？你要送什么绿色的外套、啊，全绿的，是不是？然后你就看到我穿在路上，就是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超级绿的女人，你就说：“哎、欸，你是我同学吗？”结果转过来，哦，对不起，认错了，你太绿了，我以为你是汪同学，是吗？黑流星说：“如果真的找到翁了，握手大概就直接被出境了吧？那握手会可以？对啊，是你们被出境啊，因为你们找到我家里来，这个跟狗仔没两样啊，这个这个一定永久 ban 的，不用讲的，可以哦，一定买给你，你记得不？我乱讲的，我没有，你如果买全绿的话，我会把它当成草皮啦。”有这种事情吗？有、欸、有人之前有送过成人外套，好像也没有。绿色都是第一次，很特别，好不好？很特别。但必须讲啊，粉丝送的礼物其实我会用，但是我其实也不太能讲啊，这也不太能讲，就是你们的心意嘛。谢谢建谷的红玫瑰，建谷来了哦，建谷加分呗，加分不？为什么听起来有点不是台湾人的感觉？我看看哦，阿哲，哎、欸，阿哲，为什么你的名字这么干净？你今天是用电脑是不是？也不知道谁那么坏，还特地贴详细时间的懒人包。说谁什么？等一下，这一段应该是很之前的。今天的剧本也很厉害，不是吃加工食品就好了。晴天，我不敢了。那个起司饼干我已经全部吃完了，但是呢，老实讲，我就已经习惯我手边随时要吃都有，所以我有点想来顶哎、欸，怎么办？晴天，你要阻止我吗？你可以阻止我，你可以用你的榴莲阻止我，没有啦。榴莲现在应该也不是当季的东西了，应该很难买。对，你们那边榴莲还有吗？还是你们有一年四季都产榴莲？好哦，我去找你，那我就可以不用找你握手。好啊，你来找我啊，然后你隔天就会被在那个我们官网上被刊登你的名字，然后还标注一下浪的账号叫什么，说这个人永久被 ban， 如果以后有看到他出现在活动，麻烦驱赶他，这样很棒啊。
值得啊。如果惹得我不开心，我就这么做，我就跟公司说，就是啊，有一个粉丝骚扰我，他跑到我住处来找我。其实明明你没有这么做，我还是要这样讲啊，好棒哦，这操作。我用嘴巴直接冲什么东西？不要那样子，晴天 ，stop，stop it！ 谢谢绿哥的亲亲，绿哥，绿哥，你是不是要变得跟晴天走一样风格了？我感觉你对我的，我该讲什么？我该说什么比较合适？你对我的态度越来越，让我起鸡皮疙瘩了！天哪！对，应该是这样讲。绿哥说之前阿潘在12点还在播，然后直接一边直播一边吃鸡排，那是人家有本钱好不好？谢谢绿哥的眼睛业障中。但为什么成员都会跟我一样播到跨日？其实我不知道，好吧，这个要问我自己。他有本钱，我如果这样吃的话，我可能 reset 就不能上，你就会看到哎，魏宏勋怎么严重违反公司规定 again。我只有提供是哪一次？我记得上次是谁讲的啊？谁说那个时间点说几月几号的几分几秒有我同学即将哭的画面？谁讲的？我忘记了，好像是米嘉乐吗？还是谁？我已经不记得，反正就是一个很该死的人，是谁？嗯，没有多特别。不要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阿哲就是你，你这样讲就是你了，好不好？汪汪怎么可以嫌？我没有嫌弃，不是。应该说，不管是谁对我这样讲，我都会起鸡皮疙瘩。不是走绿，我不是针对绿哥，好不好？汪汪那个唱歌影片根本哪一个？好的 slow。忘记歌名。How does the moment last forever？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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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首很难唱哎。我觉得是因为原唱是席琳迪翁，所以我有点越级打怪了，还望你们不嫌弃。我还有10张的握手序号扣打可以。你家的是要一张一张慢慢填是不是？哎，我问你们哦，你们这样填通常是，我知道填大量都是会压线。比如说明天截止，你就会今天填这样。那如果是像这样子，比如说10几20张，你们会一次填完吗？然后如果一次填不是一次填完分开填的话，工作人员会计算你的总票数，然后给你一次握完吗？还是你会要求说要分开握？比如说我先握这一次，然后等一下隔5分钟之后再进来握。你终于记得自己有 IG 可以，我就说我要把它营造成音乐。什么？等一下，什么？刚刚下面那人飘是这首《好时代的眼泪》，刚刚那首是川岛茉树奈吧，对吧？哪有？听说卢卡有人，就有人一天不是？对啊，这种大量通常不都是因为你一张一张填是序号，对不对？就是你如果对序号填的话，是打完这个序号再换下一张，再打一张序号，这样子很难吧？这个感觉中间会被。拦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填了第5张咯，然后下一张第6张， Oh my god， 其他人比我快，就会变成这样，会吗？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运作的，我就连自己到底卖了几张也看不到。所以米嘉乐说，这次我希望不要再有什么意外不能去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代表是真的都是缘分，我都是全部打完放在笔记本，全部打完放在笔记啊，然后如果要填序号就直接复制贴上，可以这样哦。我以为是一定要一折一折填呢，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被写信问一下说，哎，那个好也可以改一下，好烦吗？我想要大量填的。为了今天。赌一整年不多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远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快想听啊，唱。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和爱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离我干脆。好低哦，怎么可以这么低？来告诉我，这首歌真的很红哎，怎么可以这么红？是哪一个什么前任啊？这首歌真的很低哎。Bossy 说学校的研究案搞到今天，什么？你说你的研究案搞到你好几天没吃饭的意思吗？波西，那你现在要不要抽个口令？能看直播，你应该就能吃饭。你要不要边看直播边吃饭？真的，不然你这样，我可能隔天就看不到你就在医院吊点滴了。麻烦你好不好？你现在大病初愈，你的伤口刚好，不要这样虐待自己了。哈，听到没啦？小熊熊说穿白色要超级小，哎，真的耶，你知道以前买衣服都会尽量不买白色，但是因为白色是百搭色，又很在衣柜里看起来又很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买了白色衣服就是训练自己要更加细心，你知道小熊熊，我就是买了很多，我衣柜其实要买就是非黑即白，所以我就是在训练，我其实是一个很粗心大意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训练啦，好不好？训练。小熊熊呢？小熊熊会不会？哎，我知道小熊应该是跟我一个反差极大的女生，应该是个超级细心的女生，所以穿白色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白色的小熊熊，小北极熊。我以前上班都要穿白衬衫，吃饭最好痛。等一下，我这样有点重点错误。白衬衫吗？玉哥如果穿白衬衫，哇，好像有点赞哦，好像有点赞哦，嗯，哈哈，我好变态哦，白衬衫会稍微透出肌肤的纹理，有点赞，错评，没事，对不起，怪怪的，怪怪的，嗡嗡不是连千禧年都还没过，当然啦，哎，你家了，我跟你。虽然好了，我跟你应该没有差很多，可是我现在上班都随便乱穿，没差。你是换过工作之后才这样子，还是因为变老鸟，所以怎么穿都没差？都有，这个有差别的哦。对，千禧年就虽然跟我差三年两千，我现在1997，其实差三岁那个还是有一点小不同吗？因为大概九零左右的小朋友跟千禧年的宝宝，这段时间的科技发进步得太快速了，所以很多事情遗漏掉，我觉得不可能一直都跟在细节上吧，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嗯，不像是可能以前的60或70啊之类的，可能就会哦，好像 OK 挺有共鸣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在猜。一 G 进化到二 G， 哇，终于耶！什么时候要变三 G 呢？这样我就可以拿我的手机了，我就可以不用拿3310了。哎，现在10是二 G 对不对？我可能连现在3310都还没办法拿。这样，谢谢花生的分享直播间，加儿，他挖沟来了，嗨嗨，我的他挖沟。绿哥说翁打电话给安，这个是模仿剧本的部分吗？翁打电话给安，跟安说怎么办，粉丝都一直叫我模仿你，哎，这是我的心声，哎，你把我的心声给写成剧本，我觉得超多唱歌，等一下啊，都说
我想要抗安，不想看到我，我好难过哟。然后呢？等下，跳掉了，跳掉了。小打嗝。欸，留言超多的耶！你们这些人真的就在我吃饭的时候疯狂留言，我完蛋，完蛋了，我要被杀死了。安就说。没办法啦，谁像我那么可爱？你不要，这不是挺寒的口气吧？这不是挺寒会讲话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就说我没有哭，我只……你为什么这剧本是你写的吧？这剧本一定不是乌诺给的，这个一定是你写的，充满了嘲讽意味。我只是过敏，我找一下我的过敏药。天哪，我不是很想演后面那一段呢，这完全是在 diss 我之前。弟弟五二十期的留那个直播耶，想看个 P， 好，我要 diss 我自己，剧本是这样子，好，我要打给安安，喂，作家，嗨，好久不见。欸，我跟你讲哦，我真的很想跟你抱怨，你知道粉丝在直播上一直说想看我模仿你，都不想要看我本人，就是想看可爱的你，但你现在不直播。哦，不意外啊，因为我比较可爱啊。你不要哭啦，你等我回去啊。对，怎么变我自己口气，重来。你不要哭啦，等我回去啊，三个月很快。我没有哭，我只是过敏而已，我去找一下我的过敏药。这个一点没办法啦，透过电话没办法看到表情，好不好 ？OK， 这个有点短，为什么会这么短？为什么凑起来这么短？这个不行，这个不给过。很多专业主播他挖沟说专业唱歌的，哦，真的假的？还是我去转当唱歌直播主，我就来跟 TP say goodbye 了。Say goodbye 呀，要演视讯电话版呐，啊？你要说视讯电话版吗？我看看。每日消费啊，一之一还有二之一呢。我跟你说，视讯电话也太困难了吧？视讯电话怎么做？嗨，你在干嘛？嗨，哦，我在照镜子啊。你在照镜子化妆，看看自己怎么长那么可爱。说到这个呢，我要跟你讲。最近我的直播间充满着安的粉丝，都叫我要继续学安，因为你三个月不能直播，所以要我帮你刷存在感，而且都不是说要看我，我实在是不是很开心，你知道吗？哦，不意外啊，那你就帮我演三个月啊，谁叫我这么可爱？不要哭了。谁说我有哭？我没有哭，我只是过敏而已。我找一下过敏药。拜拜，我要读书了。哦，你要读书了，你终于要读书了。我记得上次有人跟我说。他在读书的时候都在照镜子，说自己很可爱，然后书就没读了。拜拜，三个月后见。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好不好？演绎一个平常。我跟你讲，之前上一次我们去吃拉面的时候，我就问他：“哎，有没有开始读书啦？”一个礼拜前还两个礼拜前的事情。他就说：“哦，还没耶，还没耶。”我就说：“那你都在干嘛？因为你时间其实算蛮多的，就是休息时间算还蛮多的。那你都在干嘛？”
他就说我都在照镜子啊，发呆啊，然后化妆时候在卸掉。他跟我讲的，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很可爱，这是我自己补充的，好不好？就是你们的剧本上，你的剧本上这样写，我就只好勉强补充一个很平寒的话，但安是不太会讲这句话啦，对，他只会说他都在干什么，就是很务实的一个女生，这样很务实的跟我讲在干嘛，每日消费安安吃，安安不读书，没有啦，是因为那时候还，我觉得他还没收心啦，等到他真的那个开始休息了之后，我就说这边休息三个月之后，他应该会，我觉得啊会收心，那叫什么临时抱大腿，抱佛脚。岳母晚安，他挖沟说，我看看，超多的，哎呦，51508有追哦，哈，你们要会看其他浪直播组是不是？我看看，我有跟播一个8小时的心灵鸡汤，插话唱歌都，你说一次讲8个小时的心灵鸡汤是不是？你听得下去哦？你听我端，我大概端5分钟我就受不了了，真的假的？我觉得应该是51508最近是心灵需要被洗涤一下，你才会去听一下，有点像是你知道那个吗？就是宗教台，然后就会听他们敲木鱼念经，那概念是一样的。如果是8小时的心灵鸡汤，或是8小时的插画，或是8个小时的唱歌，我可能会想听8个小时的插画，好不好？插画，干话对吧？我看看，问问晚安，先来打招呼，还在外面吃饭。哎，你们今天怎么都那么晚？是不是跟我有心有灵犀啊，小梁？我刚刚也在吃饭，就是今天比较晚，这以后应该都差不多啦。谢谢 Yap Yang Wei 的花的玫瑰花，看看哦。回一下波西，因为你们刚刚那个飘打架嘛，说现在熊妹没播就很不习惯。熊妹是最近开始没播是不是？她没播到什么时候？我可能要去问一下她。但我必须说，熊妹是真的很忙，真的很忙，好不好？真的很忙。哎呀，某 A 就哎呀，绿哥，加入粉丝团了是呗？我要不要改一下我的应援色变绿色啊，绿哥？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穿的那个绿色的衣服。天哪，我明明很讨厌绿色的，但是我发现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嘴巴上说讨厌绿色，但我衣柜的绿色衣服也真的不，就是大概黑白先排除掉，再来就裸嘛，大地色，接下来就是绿色，刺多，很恐怖吧？越是说讨厌，越是买越多。绿居居人，你这哎、欸，你这个，等一下，我问一下，你现在是本人在回吗？还是乌诺把你的手机抢走？我合理怀疑是，促进食欲的歌《健达缤纷乐》，《健达缤纷乐》有音乐吗？你在骗我？骗我没看过广告。今天岳母对你好好，她每一天都有帮我煮，不是走今天而已，只是我今天端出来给你们看，那不一样。这个哪里30秒是要哪里有音乐？健达缤纷乐，要开始喽！哇！我觉得那个旁白的声音比较让我心知大动。绵绵滑滑。这没有很促进，我打促进食欲的歌，就它出现了咖啡厅的音乐播起。回一下刚刚那一句。健达缤纷乐，嗡嗡都抓我们飘时低头，是我先低头，你们才飘的好吗？我抬头抬起头的时候才看到飘，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延迟的关，不是延迟，就是误差。因为直播如果我现在讲的话，你们大概是几秒之后才会听到，所以应该是很刚好的。谢谢阿远的分享直播间。晴天说口红都是昆虫做的，你把它吃下去。这个我之前看到这个新不是新闻，就是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已经先死亡过一次了，我死亡过800次了。
某现在还有低头吗？没有，现在没有。某位，我有看到你的留言，我有看到。真的。对，但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大概吃掉了，我不知道几条虫去了，不敢想象。我还看过那影片，把那个虫捣碎，就会有一个红红的东西跑出来，是类似血的东西。所以吃了不要讲，好不好？某位某位，虽然我已经先做过心理建设，但我现在想象那个我满满的我的柜子里摆着大概20-30条虫，我就觉得很恶心，就不想用了，花一堆钱买一堆虫。小心别噎着啦，的确很餐厅的音乐，吃饱了该工作了。这是我吗？居哥，你不是在那个球场上，还是你也在吃饭，还怎么样？刚刚啦，刚刚，你看。我还以为汪汪遗忘了，遗忘什么？等一下，遗忘哪一件事情？米嘉乐，这个我猜应该是20分钟前的留言。童虚你好，口红王子你好，假口红王子，刚才在谈到你的事情，你对于你是虫国的王子有什么看法呢？我是想买自己的外套，米嘉乐。怎么讲，你要找他陪你去挑这件事情就有一点小，我这样讲啊，送衣物算是蛮亲密的行为，我觉得。因为以前有过这样子差不多的经验吧，就是说送礼要送什么好，然后后来收集了大部分的意见，都觉得说送衣服要一来是风格，如果不搭不适合，那他买给他不穿那也是白费，再来就是他会把它穿在身上，很贴身的东西，你懂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他帮你挑你的衣服，我可能会想一下，或是我觉得啦，你问他，比如说你拿一件你看很久的外套好了，然后你就给他看说，你觉得这好看吗？我觉得你可以这样问他，这样可能简单一些，好，这样简单一些，先试探性的啦。如果请他陪你去挑，没有很熟，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真的。头熏口红颜色好好看，有没有不一样一点点？看起来是没有，在镜头上感觉是差不多的，其实。所以我都相信我送汪汪绿色衣服，汪汪会穿。你是不是？不是，虽然我说送衣服很贴身，没错，很 close。不过也不用真的送，我刚刚只是开玩笑，我开玩笑的绿哥，好，我开玩笑的。你送过来的话，我会很突然，怎么还真来送了，还真的送了。之前留言又落了一单，对啊，黑流星，我现在就在烦恼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今天打算准时下播，好好养精蓄锐。绿色的外套很好看啊，如果是你头贴那个绿色的话，就真的很像草，或是消防队，没有，不是消防，就是那种走在路上怕被撞，你知道吗？要在晚上的时候可以让它很亮，所以才会穿那种绿色。根本没有女生会主动穿绿色，好不好？虽然我衣柜很多啦，就是那一种好看的绿色。记录一下9:13，现在9:38。我的天，我的天，嘎嘎嘎嘎嘎嘎 ，cos 成绿巨人如何吗？首先我要先跟米嘉乐一样，变成裘嘉乐才行。所以我是好看的绿哥，没有啊，我没有说你是什么绿啊，我可以说原谅哥，原谅哥，原谅居居哥，原谅色是荧光绿的部分。只有绿没有聚，对，你说对了，刚好只成了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是要求家了才行，求家了。原谅，对啊，你自己说什么穿绿色好看嘛，我就说如果是你的话，因为我没有说你什么绿色，所以现在就叫你原谅居居哥咯。晴天说不必挑外套，穿我的就可以了，有我的余温为你保，应该是两个人一起穿一件大外套吧。这个比较浪漫一点，等到真的很冷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我好像觉得要长痘痘了欸，最近皮肤不是很好，就是这种小的
不知道在干嘛哎，你知道吗？我作息也没有比较差呀，就是一样差，要差之前差就应该涨了，现在。绿哥说公司不许你们晒礼物，但知道有在用就好了。我是不应该说，我好像不应该说这么多的。其实我汪好进会，你到底怎么？你今天吃错药哦？你之前都不会这样子哎、欸？你怎么回事？哎、欸，绿哥，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是被人家下了什么迷咒吗？你被下迷咒吧？一定不是我，我只是好奇问你是不是这个风格？嗯。小熊熊说墨绿色的画蛮好看的，真的墨绿色和应该说女生会比较肯接受，但如果是原亮色的话，就是像绿哥那种颜色的话，避之唯恐不及，太恐怖了。小熊熊，哎、欸，上次说小熊熊喜欢什么颜色？你上次说黄色吗？黄色跟蓝色还是什么？对，我记得你说黄色跟蓝色，我是凭蜡烛啦，是不是蜡烛？看看。还提供懒人包，真有心。我不想讲了，阿哲，刚刚我有看到你飘这句话过去。嗡嗡晴天哥超认真在抢阳光，礼拜日我跑到哪都看得到他，那也很厉害耶。呜耶，我礼拜你到底是跑了多少直播间啊，哥？我应该叫你一声哥吧？你怎么好像到处跑到处？我刚问你那个唱歌直播的事情，你居然也很清楚哎，原来你是跑直播出身的吗？哈，原来吗？我现在 focus 的点是在这个哎，因为晴天我知道他会到处抢阳光，而且他说。他说他问心无愧，那我就相信他，所以你们不用再到处帮我抓奸。他如果真的抓奸成功的话，你只会看到一颗破碎的心，这样子没有益身心健康，所以还是找一些歌。我觉得突然有点安静，你知道吗？我是李牧，你好。哎、欸，谢谢晴天的粉丝团，真是哎、欸，不是晴天，你不是已经早就延到明年了？你怎么还先加？你可以明年再加呀。你这样子很那你的辛辛苦苦的抢阳光就没了耶，应该省一些的，不过还是谢谢我的晴天。我就发现只要讲到回到你的留言的时候，你就会很聪明的人，就是知道我有在看荧幕，所以哪像绿哥啊，绿哥都在我低头的时候飘。是什么版本的、啊？心跳坏得很可怕。到2025年1月5号，超级佩服晴天大，哎、欸，他真的是晴天大，我也很爱你，好吗？我知道，我只是等一下，我要讲什么？我刚刚我要先一个一个回。2025年是什么时候？是我已经毕业了、欸，那天我差不多毕业了吧？我不知道我毕业了没？2025年4年后哎、欸，晴天4年后我都不晓得，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在浪，你这样子续，我很怕，我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可能那时候我老了，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喜欢我，所以好吧，没关系。你说我如果变老，你也不会嫌弃我的。晴天大太猛了，洛梨大也很猛，洛梨大也是默默贡献型的。我还早，我才进来2年，而且还有8个月是休息时间，所以我应该要毕业也不会比其他人还要早，你知道吗？我还早吧，但2025年我就很难讲了。下次希望 IG 可以有会动的，你想要看现实动态是不是？唱歌也是会动的呀，绿哥不是吗？看 DC， 我才刚入坑，你忍心毕业吗？哎、欸，对耶，严格来说，其实你们算蛮新才进来的耶。我们认识多久啦？我才没那么快，我就跟你讲不会那么快，大概还要至少在2、3年、3、4年，所以应该吧，不知道而已，除非我人生突然有哎、欸，搞不好我哪天中乐透就拜拜。好了，不会啦，中乐透那个根本就
不是那种循环的财产，所以萌新萌新阿哲又来，有萌新的话题一定有你。但我老实讲，如果中了乐透之后，我不会比较开心，我宁愿我一辈子都不要中乐透。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资，就是资金流转会比较好。我才刚出生的人，你们现在是要用干话洗留言是不是？你看，你就是，我现在怀疑，我现在严重怀疑是乌诺拿着绿哥手机在回。绿哥今天是大概所有每一次直播里面话最多的一次吧。米嘉乐说 DC 有人好像是天天提供填卷简化的外挂程式哦，我想说要一张一张填，要填多久？200张要填2个小时，可能还填不完。拜拜，好久不见，最近很忙吗？拜拜，我好像最近都没有什么看到你耶。为什么从头了？我刚看到从头吗？乌诺今天真的很忙，我继承他的意志，所以其实绿哥也是一个话多的人，只是看时机发挥。如果人少话没有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担起这个重责大人，是吗？我现在就是严重怀疑是这样子。当你把你在传染眼里另一边，嗡嗡最新 cover 的歌唱的超好听的耶，谢谢白白不嫌弃，谢谢白白。如果听过原版的话，可能是真的有一点落差啦，所以还是谢谢。你那只眼睛觉得，你哪只眼睛觉得我话少？没有，我觉得是平常有绿哥在，所以你会显得话少，有个比较，你知道吗？啊，如果他今天不在的话，你就会变得比他还多话耶，怎么会这样？IG 限动不会动 ，cover 太简单 ，cover 太简单吗？你真心觉得我 cover 很简单？没有我 cover 是，我会如果录不好，我就会重录，然后可能你知道我那支花多久时间吗？你知道我那支有比较简单吗？安安啊，嗡嗡有跟安安是最后的送别，2个礼拜前算是送别，因为他真的没有时间。你有去看他的直播，你应该就知道他会讲。谢谢假口红王子的星辰，星辰。谢谢假口红王子。阿哲说我是放在 LINE 上，不然现在身上没有序号都不敢出门。你是把它当现金是不是？把它真的用完，你就有少一件事情做啊，你不会在那边挂着心，你知道？真的是唱歌是天使。拼拼晚安，谢谢拼拼的 Popcat。 我现在留言延迟有一点多，所以可能会有一点慢，先跟你们说一下。谢谢假口红王子的星辰，你还是其实你是假子红老师啊，假口红王子是不是假子红老师？我突然有个灵感，不知道为什么。你怎么没有去安安最后的直播？因为那一天我忘记他直播，然后我隔天才发现啊，我看到我的那个谢谢花生的红玫瑰，我看到我的 YouTube 才发现啊，对哦，是昨天呢，是昨天呢。对不起，我承认我是真的忘记这件事情，我连闹钟都忘记设了，无情太无情，我们都在等你，结果没有来哭啊！我是看到 YouTube 才发现我才发现原来他是昨天直播啊！是啊，来不及了，算了啦，好不好？我们不要再说要做什么，因为我一定会忘记，事情太多就是这样。但我没有忘记晴天跟我们欧乐 B 这个，欧乐 B 来了没有？欧乐 B。我还特意传 DM 给你你是哦 ，DM 是什么？是私讯吗？塑料姐妹情，你这样子很不行啊 ，Bossy。虽然我有说我们塑料姐妹花，但是他不认，但是开玩笑的，不是真的是塑料姐妹好吗？你们飘好快哦，我白白的留言都还没读到，白白的下一则留言。好奇嬷嬷吃豆花的时候是完整一块一块吃，还是捣碎再吃？衣服哦，谢谢口红子，怎么什么都会漏嘞？居然，谢谢小贴心，我的小贴心。
拜拜会拜拜，我会一块一块吃，捣碎很。我不要讲是邪教，不然到时候拜拜说它是捣碎的话，那我就啊，对不起，收回这样子。所以我是块状的。怎么突然问到豆花的问题？拜拜，你是遇到你朋友捣碎很奇怪吗？觉得？对啊，好奇怪疑问，怎么突然讲到豆花？不唱歌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哈？看一下，我在弄晚餐了，你早该用。波喜已经要十点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十一点关播，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啦，不太可能。意图开车没有？我只是觉得白衬衫很性感，不管男女穿都很性感，你懂我意思的。我留言往上滑，大概八百。哦，有了有了，滑了六下才有。我看一下，波波一直都是最性感点点点点点的吗？你刚刚说天使，说可爱，现在又要说性感，你这会不会太巴结我啊？三个根本要同时融合，不太可能吧？啊，不要为了让我注意你到你的留言啊，我也不我低头也不是我愿意的，我也没有要故意略过你的飘哦。不用刷，不用刷存在，刷存在。谢谢绿居居原谅色原谅的居的分享直播间。小巧巧说脑袋很想要很小心，但还是很容易弄脏。哎，对啊，如果像这样子弄脏你白衣服，你会拿什么小苏打粉去洗它来干嘛？还是你就会放弃那件衣服啊？好像有一些人就会直接放弃。浅色衣服真的很好搭配，对啊，很百搭，我觉得可能比黑色还百搭一点。不知道，可能是偏见，可能是因为我衣柜太多黑色了，我现在开始对它感到腻了。以前很黑色系啊，我有点想剪指甲。它突然刺出来，有点不舒服，好，剪掉了。我看一下。我想看你呀、啊，不许你模仿安安。唐华哥，你会这样讲，是因为不要我玷污你的安安吧？你只是这样，哎、欸，你前面那句话讲得很漂亮，但是我觉得你只是为了让我不要污染安安，不要让我把安安演丑化了，这样是吧？哈，是吧？看一下，要哦，这个我刚看过了，看一下哦，完美呀、啊，完美呈现。偷爆料吗？米家乐没有啊，这不是偷爆料啊，这个是光明正大的爆料，好吧？欢迎你们去跟安安讲，谢谢，欢迎。太好笑了，其实照镜子就看得到自己，以为看到嗡嗡吗？什么？你说他照镜子吗？哦，我有跟他讲啊，你照镜子就可以看到我，因为我们两个。然后就是挺像的啊，所以他如果说自己可爱，代表我也是可爱。如果你们觉得周嘉安可爱、漂亮、性感，或是天使的话，那你们同时就在称赞我，谢谢大家，我就收下了。三个月后见，他应该就不想再看到我了，小熊熊暂时不想看到我。把肩膀空出来给嗡嗡，一直都是我的，两边肩膀都是我的，上面要签名这样。安安加布刚好跟嗡嗡一起，怎么办？我怕进加布。没有吧？我还没加布吧？安安加布而已吗？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加布吧？我有加布吗？没有吧？我突然有点问号，嗯，因为我看不到那个买卖数量，但安安都知道了，所以我再去爱问他好了，我再去问一下。安安加布了，安安加布，哦哦哦，公布了吗？好，公布了，哦，公布了，那 OK， 对，安安加布了，但是我还没有加布，所以我以为听错了，我想说，我是资讯又落后了，是不是？熊妹讲，熊妹两周才播一天，但至少真的啦，我觉得她真的该休息。那你要去问我安安吗？在你旁边而已吗？我现在还可以填吗？我可以就是当最后一个啊，我的部分结束，我再去握他的加布这样子。谢谢杨公公的 Popcat， 谢谢杨公公。
你还没出现数字，哪里来的加布？完全看不到，好不好？我看不到那个名单上面。绿哥说：“翁，今天口红有换颜色吗？怎么感觉不太一样？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应该是看不太出来。你是直男，你怎么看得出来嘞？对吧？不都是红色、红色、红色、红色，大不了橘色、橘色、红色、橘色，就是这两个颜色而已，在你们的眼睛里面。”乌诺抢我手机，是吧？是吧？是乌诺吧？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们俩，你一个人可以讲两个人的分量的话，真的很恐怖哎！你可以同时飘两个、飘三个、飘四个。站离了米加勒，我觉得现在我读到米加勒留言，应该才刚回来而已，所以看看。比较粉红的口红吗？可能是，但是我记得他们颜色是没有差太多，我只是换了一个，换了一个没有很，我看一下，我刚换哪一个？我把它塞进那个空间里面了。把它遮住，因为上面有 logo。换了另外一个。但是有换没有换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直播上不明显。不过我相信直男喜欢粉色，然后女生都会喜欢豆沙或是什么什么红，就是比较樱桃之类的颜色。哎，这个有点太女人的话题了，偏掉。所以我是我看今天想要准时下播很难了，9:40，哎，剩16分，怎么会这样？因为你们刚刚都是大量的飘完了，我就直接刚刚先读过了，先辛苦了，这样先辛苦了。看一下，小熊熊说香港正在播《全民造星四》，第一次全女生参赛，上帝，我真的假的？你们现在有这个节目吗？其实现在这个节目比较少，今年好像是明年啦，明年月年初是原子少年，那个也不是女团，所以再来要看女团的，应该台湾没有，可能要去看海外的。我觉得《全民造星四》有了。全民造星四什么时候播？我想看，我想看，已经播到，我看一下，已经播到很后面了吗？你现在是在什么首轮淘汰赛？哎，真的是哎，有点像那个创造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背景有点创造的 feel。不过他们是讲广东话吗？如果是讲广东话，我可能听不懂，可能要字幕辅助之类的。不然我好想学广东话哦，我是真的很想学，超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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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的。所以有时候都会看到我，有时候都会爆出一点疑似广东话，就是在模仿的概念。看一下，其实续费粉丝团才是增加粉丝亲密度最快的方法。所以晴天一直都在研究说要怎么增加粉丝亲密度，所以才哦，原来如此，我以为他只是粉丝续费。粉丝团续费只是挂一个名字，可以挂那个马，就是类似小马甲。你前面的果然问那个东西。等一下，我换一首歌哈，换一首歌。害羞。小熊熊说：“永远萌新，你不要学坏了。”小熊熊这群人，我每次只要讲到什么新粉、老粉的问题，他们都会跳出来说自己是萌新。我们要离开球场啊，终于啊！但是你们等一下等到回到自己的住处的时候，我大概也要下播了。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快，2到3年也很快耶。其实没有就是人的一生来讲很快。但我不知道现在还会觉得2-3年还蛮久的。虽然我感觉好像我才刚进来 TP 没多久，2年，还是因为我休息很久的关系。总之不会啦，应该是不会到2025年，应该还是会在，应该会比其他人晚毕业。我想你要下播了，我不信，我今天11点以前要下播。
我们要，不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礼拜四就会看到比较短时间的，我可能播一个小时这样。谢谢洛璃的 Popcat， 乌诺说今天没有跟你说到，他刚不是抢走你手机吗？我已经不新了，只剩下萌而已了。等我回家，我要跟你说晚安。谢谢杨公狗的红玫瑰。我发现我有点机关快嘴，你们挑太快了。然后绿哥，你回家再说好不好？你回家，等你们回家，好吧？等你们回家，应该一个小时差不多，所以不用急，慢慢走哈，不要边走边看手机，好吗？这很危险。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只笑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所以你只好三个月都要继承安安的意志了。哇，对，我还必须扮演一人分饰两角，你看我多累，边开车边看手机，不行。不行，如果等一下你上车，你要开车，你还回我的话，我会直接无视你，你就等于白留言。所以我相信你应该也不会想乐见于这样子吧？阿哲说：“哎，可怜的安安，不知道该有多伤心。他我昨天还有跟他小聊，昨天还前天还有跟他聊天呢。他应该伤心也不会告诉我，我是真的忘记这件事。我也不能跟他说哦，对不起，我忘记去看你直播了。他一定会更难过。”旋转跳跃，我闭着眼，还没。可爱的摸摸晚上好，可爱的寿星肥肥晚上好。摸摸平常会吵安安吗？平常我们相处不会耶，基本上就真的是很安静，也没有很安静，会聊天，但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么聒噪，你知道吗？我私底下真的话没有那么多，真的话没有这么多。真的是因为工作或者直播的关系才会一直真笑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我活了年岁，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真笑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姑娘的喜悲没人看见，姑娘的喜悲没人看见。哦，过敏就用黄色欧虾米，不同于虾米虾，可预防加舒缓鼻子过敏症状，24小时成效。我吃饱了该上来聊天的，你确定不是跟绿哥说好他先开车，然后你来帮他顶吗？你们现在一个分工合作的精神哦，事业越做越大。我只有一个人好吗？我分身乏术，我没办法。哎，我诺啊，绿哥，哎，谁干嘛的？白白说：“我都是先一块一块吃，最后剩一点点。这是半个邪教，半个可以，没有全部的邪教。捣碎，我没有办法接受你完整的一块豆花被捣碎，因为那个就不叫豆花，叫做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它没有那个咬起来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不懂的，牙齿有舒服的感觉，对，应该是这样讲。”塞纳河边，刚刚那是过敏药广告吗？什么广没有？我刚刚在讲你坏话哎，你有听到吗？我觉得你应该漏掉了，你刚才漏掉那个部分。肥肥说他使用了融合卡，怎么豆花吃整块又没有？那要配甜哎，有没有概念？吃豆花，哎，人家一碗豆花里面都有汤，那个汤有甜，那个是黑糖或是什么甜，又不是豆花本身的甜。大家要分开啦。 上次播过这个了。爱的不知不觉这样为我发兑现，天鸟高的哒哒哒，想你的你的方位，像微笑是塞的河边，只愿我真勾引远远，梦中面我走过什么远，战胜我来到美丽的姐姐，这
重新开眼。啊！我的豆花30块，他是这样讲的吧？我记得很魔性哎。现在9:52，要多久才会看到？现在10:05，我已经慢慢的追上了。我觉得是因为你们看到我真的留言延迟太久，你知道吗？看一下啊、哦，某诶某诶说叫我安安专心念书，汪居然知道这么迷因吗？迷因我很爱看啊，台湾迷因2021版、2020版我都看过，超爱迷，超爱的。谢谢啊，不是谢谢弟弟，晚安弟弟弟弟，今天比较晚哦，放学比较晚吗？但也不会这么晚，还是晚自习啊。是晚自习的关系。我跟你说，某诶某诶不可能，他几乎哦，我知道他的，他平常有空闲，无时无刻就是在看 AKB48 的东西，就是 TP 的东西，无时无刻，无时无刻，所以他什么事都知道。我刚刚是一个形成极大的反差啊，那张烂地不就跟你差不多？台湾迷音我只知道无情单，这个是迷音吗？这个哪是迷音啊，这个只是一个梗而已吧，这是流行用语。对，我就是一个平常休息时间就会好好的享受每一分每一秒，但是他的休息时间全部都是在看 AKB48 的 Team TP 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问他他一定知道。这样他和我不同学，他还没有，他不是也有晚自习吗？我记得上次好像有提到，还是我们的弟弟比较认真，烂弟就是下课放学出去玩这样。我以前也都这样，放学不会待在学校，除非社团。嗯。的。你直接走过去抱他就好，可以不要浪费。哎、欸，对耶，浪费序号的话只是握手而已，反正我要对他做什么都可以了。不是那个，我可以做其他比握手还更多的事情哦。好像也是，蛮聪明的。一步只有300，只有吗？只有对我来说350很多了。好，对我来说。如果可以，我也想让汪汪出现数字，没关系啦，出现数字很快。350，其实我觉得要看价值观吧。对我来说，350是真的很多了。毕竟一个 CD， 你要买这么多握手券的话，代表你家要囤非常多的 CD， 你知道吗？买专辑才会有，所以你的专辑大概这么高吧。而且专辑好像不好买的样子，所以莫勉强，莫要勉强。所以真的有换颜色吧？我好厉害！换颜色？你说应援色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没有换应援色，我当然随便讲，我是骗你的好吗？为了让我们的原谅居居开心，原谅居居，汪汪加油，一定可以完手的，希望哦，希望在截止前，好，我们不要要求加步，实在是太恶心，太夸张了。恶心这边是包哦，不是扁，恶心是太猛了的意思。在截止前售完的话，就是目前的小目标，好吧，不是心愿，就是目标而已。点歌全民造星主题曲前传，哎，你有看狗王子？你居然也有看全民造星吗？天哪，狗王子，你不会什么都有，连创造系列都有看吧？那我来听一下他的主题曲。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期待，一定来爱，一起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渲染，请你放开 ，Come on。想起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牵你的快乐的时代。时代，这个生活时代，除了少些人，就没有倦怠。
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的时间一起疯，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酷，都看你放肆的感，都看我放肆的创作，好难啊！随便，等一下，9:57，没铺一来就在标时间，有啦，13分钟，越来越快的。Miro 是参加全民造星啊 ，Miro 是啊，所以全民造星其实是男女。造男女的偶像出来，然后这一季是专门造女星，是不是？还是因为他们一看到 DD52，所以有一点灵感，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女生版的之后，然后可能明年就变成男生版，像原子少年一样。四才播两集刚开始，忘记按票，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迟早会看到留言的，不急不急，我们还有很多时间的。编辑，没编辑，不是，不要急，不会讲。急的台语，紧张，卖紧张，卖紧张。这个吗？这个是三前传。这个是有男生的耶，我想看。刚刚口红子点的是哪一个？是四的吗？这个四，听听看。就有很有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创造吗？应该讲创造吗？对，很创造的感觉。第二个长得像 IU 哦，粉色头发那个。所以这次第四季是走青春的风格，是不是？就是走哇，青春的风格，就是那种学生妹的感觉，是吧？小迪前辈有推荐全民造星的歌，就是这个对不对？这个是第四季的，但他们人不多哎。我记得我们这季52不知道几个哦，全部都有上场，104个，不敢理解。四季都用同一首歌，但每一次都哦都不同编曲。不过这次人比较少哎，这次才一个女团的数量而已哎，还是因为他们是冠军，就是第一名成绩，就是像我们一样第一名成绩之类，会可以站 center 之类的。哎，我发现留言好像越来越跟上了。是我还没来的关系吧？你早就来了，好不好，包西？我觉得你只是在看时机，见缝插针。哎，现在见缝插针出现在直播间的频率很高。自从塔瓦哥上次讲什么见缝插针还是什么的那个梗之后，我就停不了了。不可能这么早跟到留言，我已经差不多要跟到了，你知道吗，波西？我刚刚有稍微看到底部，然后离现在这个留言的距离大概几公分而已。今年 MV 3分3部曲，现在首轮总共96，所以总共参赛的就96个吗？这个是三部曲的女团的，还是日文的？他们其他歌出来了吗？我找一下。造星，哦，有哎，有哎，等一下听听看，它有三部曲，超青春的耶！这个真的就是很韩吗？应该是这样讲的。对，我就觉得我们DD52都没有这么青春的感觉，我们好像比较成熟一点嘛，成熟一点。晴天说，那么多 CD 如果没有人听的话好浪费资源哦。听说这些他们好像都会免费发 CD 的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就是他们如果 CD 囤很多好像都会 发送出去，顺便推广一下 TP， 你看刚好一举两得，对不对？你不是说有换口红吗？哦对，我哦对哦，那个是刚刚你留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一个部分，我换了另外一支，
反正我有很多支，你们可以，不然我下一个一个擦，然后你们来看差别在哪里，这样子无聊来玩一下，好像可以。哎、欸，但其实老实讲，我算女生里面口红不算多的了，口红算真的不多。哎、欸，咻，我还丢掉一些嘞啊，我架上还有一些。这个是 我很少用的，这一区是少用区，还有一个乱入，还有一个睫毛膏乱入，比较常用的我会放那边，就是比较对比较常用，然后这边都是少用区，算真的没有很多，比起其他女生，因为我听说很多女生都是抽屉打开全部都是一两百支这样子，没有我没有那么多，我还想说这些东西用不完要怎么办？米加乐说家务事做完了，嗡嗡能推我去晒月亮了吗？我现在看到你的留言了，这应该是你不久前留的对吗？我可以推你去看那个悬崖边的海。波西说他对这话题无法聊，波西在你旁边是不是？波西，我没有要跟你聊化妆品，我只是跟你说。这个很多，不过我如果擦了其他颜色，你应该也看不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别了吧。毕竟这边的直男居多哈、哦，直男直的很直，然后不直的很不直。而且 Oral B 今天没来哎，你不是说 Oral B 他抽了两个纸笔吗？还什么的，他居然没有来。我会唱怕乌龟旗吗？怕乌龟旗听起来像台语，怕乌龟旗，这又是什么东西？没的呢，追起啥？怕乌龟旗，还是不是台湾的？哦，好像不是哦，听听看。这一次的音乐也是童年杀波西，其实我就是看心情播的啦，因为我旁边 YouTube 的歌单，他推荐一直都是那几首，所以重复率很高。我只有听歌没有看节目嘛，假口红，假口红，看到应该心花怒放吧，他说哇这些女孩子好可爱哦，然后就跑去反了这样子。刚刚去给你填了三张没出数字啊，你用这个去测试是不是阿哲，你不用真的为了就是为了看到数字去填那个好不好，就是看你们想填几张，我比较佛系一点，当然你要讲说希望完售，不希望完售这个是骗人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完售，每个人都希望加布，那 我没有那么喜欢叫粉丝花钱，我觉得 我不是很喜欢这行为啊，所以对，我觉得就是你们以凭就是凭能力啦，如果能那个就是没有在赚钱就不要再花钱了，我们就在直播上聊天就好了。好，你们在干嘛？我们在干嘛？我们在等你们回家，我们在干嘛？我追上留言了，小熊熊说四季哦，这我刚刚看过了嘛，对不对？那我浮出来一下，小千，你昨天你上次又不见了，嗡嗡的纸笔都好用心，我就是会有一个限定版的。哎，洛琳，你有抽到这一次的纸笔吗？你这次抽到的纸笔是哪一张？反正我固定那个，我三张纸笔，一张是大头的，就是连篇幅占比较多的那个，我会把它画成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草莓限定版啊，粉色限定版，金色限定版的，所以我觉得抽到那张的话稍微比较幸运一点点，其他两张都会写一些很翁式用语的纸笔，所以看你们喜好咯。有话题哦，我看到了，哎，波西刚那句是用飘的是不是？话题我没有要聊口，放心，空放心，它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昙花一现。我觉得你们应该只是为了让我追上留言，所以刚刚都没留言。我没抽到欧乐 B， 超是你的欧乐 B 抽了两张。我有看到之前的纸笔好强，我必须讲，每一次呢，那个姐姐说啊，多几号几号要签完纸笔哦，然后我总是，比如说大家同时签好了，我总是会。比较晚留下来，签很久，因为我都要想要画什么，然后加上我画画又没有那么快，所以我都会留比较久一点。记录一下时间点，10:15，现在10:19，我耶！我礼拜五跟上了，哇！
我真的无法，我应该是不值的那一边吧。小千，你为什么突然跑出来了？你等一下会不会又突然不见了？谢谢洛里的 Pop K， 为何啊，小千啊，千桑，为啥嘞？你家乐顺翁都把老年的我画出，哎，他有给你们看是不是？他是把它po在哪里？为什么我看不到？这是哪一个版本啊？那个推车的那个叫什么？推超市车的，应该是因为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你说你跟波西吗？我刚刚说你为什么会跟波西？为什么会知道波西讲什么？然后你回我这句话，我看看啊。谢谢暗红的 Pop Cat， 隔了五个月终于又拿到纸笔了吗？哎，这次阿哲有抽的，所以有一张是阿哲抽走，两张是欧乐 B 抽走的吗？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他是因为看，他是看主题的吧？他看主题的。我是说你追上留言是因为我们都在好哎、欸，对，美女贝尔翁，这个是谁？美女贝尔翁 and 小梁，你怎么换名字了？你是不是忙完了？你忙完我也追上留言了，你知道吗？小梁，谢谢你的一封信跟偶来称道。看看，嗯，居居说，觉得嗡嗡的真写纸笔画的超好看，谢谢。毕竟有想嘛，有想过在画的丑画那张其实可以把它撕掉了。那张虽然我画画不是特别好，就是很普通，可能普通在下面一点吧，但是我对颜色会有莫名的讲究，所以等一下哦，觉得颜色和谐很重要，然后内容物可能没有画那么好，我们就是以颜色取胜。颜色取胜。我还没有钱买 CD， 小千没有关系，你先把你的学业给搞好吧。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办法上班，你上班，你先，我们先拿到文凭再讲，好不好？小千，多久我都等，不然就偶尔有空上来跟我打个招呼，我们来聊个天也好啊，好不好？希望你加步嘛，波喜。我觉得我们先祈求把这一步卖完，这350很多哎、欸。很多哎、欸，对吧？所以这是小 S 吗？欸、是哎、欸，好像是哦。但我还是穷穷的研究生。其实这边蛮多学生的，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更真的不用勉强。所以，等一下我把它放回去。这个口红的话题，我们就到此为止。哎呀！我又想把脚翘起来了。小千说：“因为我都很累，可能等等又消失了。刚刚不小心弄作品弄到睡着，你是在弄设计系的作品是不是？哦，我就说你这样真的时间你要怎么切割？一天24小时真的都不够你用，你可能一天48小时也不够你用、欸。哎，我觉得你想一下啦，你看一下要不要，就是看怎么样安排你时间会比较刚刚好一点，至少让自己有一些。”可以好好睡觉，补充睡眠的时间，这样你做事效率才会好。哦，我现在好像会老妈子哦，我不是很想念你，你知道吗？我只是怕你累垮了，你知道吗？你想想，你之前你还做大夜班，对不对？而且还要先去握熊，为什么你要先去握熊妹？包喜，你要先握才能握熊妹，可恶！我不想要被傻熊传染笨病。嗡嗡的纸笔真的会想要吗？如果可以咯，因为纸笔只有三张，而且好像有脏脏的东西，刚看到。纸笔这真的是很看缘分，好不好？我们一切以缘分论。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啊，就算再没梗，再不知道画什么，都会有一张比较不一样一点的。对，这样是不是有一种好像在抽奖的感觉？是不是想要营造一个抽奖的感觉？哈哈，我来了！是不是有人去那个通风报信，跟欧乐 B 说我在嚷嚷，他没有来，所以他才来了。波喜说看到别人的嗡嗡八月纸笔，好像就八月是哪一个、啊？八月是什么主题的？是泳衣的吗？泳衣的哪像啾啾泳衣的，我都画
得很漂，不是漂亮，就是很画得很少女风格，哎，对吧？拼图啊，是拼图啊！我当成看完球赛才啊，原来我想说什么，今天大家都没有留言，原来是因为看球赛的关系。哎，拼图我画的像啾啾，怎么可能？我拼图画了什么啊？拼图很久了哎，八月已经三个月了。我等一下回去找一下我的图，我把它拍起来。其实我真的不太记得，我每次画完可能都有点模糊，你知道。我是抽到安安的啦，哦，那我在讲，嗡嗡会啾啾力吗？不会，谢谢，哎呀，花生，你都偷偷来，谢谢花生的升级粉丝团，为我们续费到，应该也是好久一段时间，谢谢花生，真的都偷偷来，然后等下可能就要去忙了，真的，我发现。我认识你到现在好像没有跟你讲超过五句话的样子，十句保险一点，你可以不要说不会说的这么干脆吗？什么东西？这个谢谢，这个是谁？这个是北极熊，北极，谢谢北极熊的礼物，北极熊欢迎你哦，新粉丝，你好你好，看看。生日月抽到纸笔也是正常的吧？没有啊，你可能刚好在过29岁、39岁、49岁的生日，那可能抽不到也是正常的呀，对吧？你忍心把自己的头撕成两，这有个不吉利的。我当然只是讲另外就是夸饰法，我们是夸饰法，不是那撕的话真的会碎。小梁说你这一身衣服是不是岳母的衣服？为什么会这样讲？你又不知道岳母平常穿什么衣服？不是啊，我的衣服啊就是很素，我平常的衣服都很素啦，所以穿直播每次看起来都差不多，就是因为我都买差不多的衣服，好，就是百搭的。你是看过岳母穿衣服吗？小梁，我合理怀疑你是跟踪岳母哦。又不小心开车，我什么时候又开车？我何时？我刚刚都还在聊蛮正常的话题耶，怪了，我只有讲白衬衫那个稍微有一点点飙车了啊。多多宣传握手会呀，可以玩手的。可是我坚信的一件事情哎，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会喜欢你，会想要跟你去握手聊天的，就是会。可是如果你今天多多宣传的话，就好像我觉得成效应该也不会到多好，我是这样想的啦。因为毕竟握手会是做你的粉丝跟你的互动，那如果你要再去为一个陌生的粉偶像去买一个去申一个握手券来，好像我不知道哎，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成效不会这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也曾经是，大家曾经都是学生，居居哥，你也知道，当学生真的是没有收入，超穷，可能连吃饭都成问，我是这样想啦，是可能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所以造星的尺，我们继续听，你不能这么想啦，所以是要试试看咯，多宣传，然后不然我们来试试看一个月，我们试试看这一次的握手会，然后每天宣传，看成效会不会比较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大概有点半证实了我刚刚说的。卢卡的今天加布一个半小时就完售了，所以他要加第三步的意思吗？他700耶，700张哎，认真吗？我的天哪！小梁说穷穷研究生，这边超级多研究生跟学生的，所以。你一个月每天都发文，每一天都发文，来啊，我们来试试看，每天都发文能不能达到，好不好？能不能达到？但是我觉得，好，没有，我们不要预设立场，我们试试看。握手会的券填到什么时候？看截止日，到截止日那天每天PO，然后结果其实才剩3天这样子。你就不发文，都让大家认识你，当然就卖得慢啊。真的会有效果吗？每天发文真的会有效果就是了。
你说的哦，你说每天发文，我等着看。我等一下就先来找一些文章发一些便当的文章，说这个便当好吃，那个便当好吃，然后下一个便当好吃之类的，这个有用吗？还是要放就是跟握手会有相关的、啊？汪汪，等我们都到家再下播啦。你们要从桃园回去台北吗？还是怎么样？上来台北吗？那还很久吧，还要一个小时吧，感觉差不多要一个小时。我现在都很累又失眠，小千说又很，你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是因为你忙过头了，你累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想睡觉的那个，是我觉得精神吧，精神亢奋就不好睡。斟酌一下，小千，我知道，可能你真的身体受不了的话，你就会知道了。谁叫你开在熊妹？我也不想啊，我当然想开在她前面啊，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传染笨病了。汪汪的握手会在熊妹之后，对对对对对，所以看一下。今天的进度很棒哦，阿北没有，其实前面我大概延迟了30分钟，就是他们好像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就都没有在留言了。所以感谢大家的配合，感谢感谢感谢，让大家提早收工，收工吃便当。温拿赢家来了，到底是为什么？你是会通灵是不是？通灵之术哦，然后召唤出一条欧乐 B。嗯，熊妹比你早一步啊，有彻底消毒过应该可以。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暗红笨病是消毒无法去除的，只要凡握过熊妹之人再握下一个偶像，那下一个偶像都会被传染笨。然后大家都不敢开在熊妹后面这样。这一次可爱三连拍就决定是99，不瞒你说，我舅舅才看过3-4集而已，这个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对不起。但是我朋友跟我说九九超推，说九九是神作，而且是很多那种宅超宅的朋友都说很推九九。但老实讲，我九九的颜色，因为我是动我看动画，九九我是看动画，它颜色我看了眼睛会不舒服，所以我应该要看漫画对吗？发现阳光刚好够加入粉丝团，然后你就把你的阳光全部都贡献给我了。天哪，花生，花生，而且花生真的也真的就是，我看到你每次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车头跟一个这个圈圈，让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真的很感动。谢谢你，谢谢你都默默的支持我。我虽然我知道我很废，没错，我很废，但是还是谢谢你们的喜欢。30分钟随点即送。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很不像偶像吧。全联换一首歌。所以可能会带给你们的感觉比其他人带给你们的感觉又更不一样一点。不对，不是更不一样，你是超级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岳母很飞讯的，为什么你会知道？为什么 G 哥会知道岳母的穿着是怎么样的？我就纳闷，为什么明明之前都没有。明明之前都没有听你提过，你是突然有什么灵感是不是？摸晚安，爸爸，花生今天好早，花生晚安。我才刚回完你的留言，然后就看到你说拜拜。小梁说不是，我是说 IG 唱歌的啦，我头贴换了，很喜欢那条，看一下啊、这个不是，是我的衣服，而且是小时候的衣服。你真的对侧脸很有莫名的执着哎，这个也是稍微有点侧，我知道有点侧脸，然后想来就会是高潮迭起，哇，是侧脸，哇，小梁应该是会各对着荧幕这样，哦，我想，这一次可是有乌诺哥宣传哎，你是说握手会吗？乌诺哥了了，然后还有我们的主要的就是洛里的那37张啊。对，基本上是这样子，不然我觉得离麦王可能又更远了一点点。Hello， 慧香晚安，慧香很晚，最近真的都很晚哎，最近大概都快结束的时候才来，就发 IG 发认真一点。安好像也是会每天发，对不对？他好像没事就在发文。
不然我就是可以 po 一些以前的照片，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啦。不然我现在真的都很少拍。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不会介意我发就是旧照吗？等等，刚刚又填了三张，你家慢慢来，慢慢来。我们截止日还要好一段时间吧，感觉是的。每日消费安安30%，那哪叫安？那哪叫消费安安啊？那叫消费安安吗？问号问号问号！逼不出来一个小多小时就没了，我才填两张，太扯了吧？他应该要加到第三步吧？我想。小千说你要发我抽的是寂寞，你要发我抽的？问号问号！你说要讨拍拍的意思吗？小千，你够厉害，就发一个月安安的照片嘛，然后。不对，我发他的照片，那这样请问是谁的 IG？ 你说帮他发他的份，然后每天拍我自己的自拍，说今天的我还是很可爱呢，然后 tag 安安的，就是 hashtag 没有翁同勋办的，知道吗？我就会直接消失在 TV， 也不错啊，也不错，也不错，开玩笑。我才刚要从桃园回到，哎，你们都直接直杀桃园哦？今天到底是多少人去啊？今天不是平日吗？平日不用上班是不是？天哪，现在人的行动力都这么好，对不对？粉丝都在你直播间说要看安安啊，这符合剧情。那我可以直接消失，我可以直接消失在直播间嘞，我就撒尤娜啦，撒尤娜啦。你要让人家认识你，当然是要发一些自己的强项，不然就每天发 cover。我跟你讲，发 cover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你知道我录一支 cover 录多久吗？你一定想不到那个时间。如果我没有，如果游手好闲，我每天发，不行，消失，乌诺会难过，乌诺，所以你就不难过吗？你在讲就是你不难过咯。没有，我真的跟你讲，如果我今天游手好闲，没有要上班干嘛的话，我绝对发。但是没有办法，恕我这样讲，我如果要发 cover， 就是一周发一支，就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看看哦。都可以发呀，日常照也行，我也会难过。对，我们的洛琳，只有你们会为我难过，我好难过哟。不会啦，我不会，我先跟你说，不会消失，好不好？不会，就是不会自己主动消失。那也尽量不要被公司消失。好，打勾勾，一周发一个 cover， 这个是极限了，这个是极限了。然后如果真的忙一点的话。我觉得啦，我觉得先这句话先缓缓，因为之后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曾经难过一次，那难过超久的，难过都已经要被时间给遗忘了，你知道吗？我都觉得我被困在那个时空里面了。不过现在还好啦，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一段最难熬的时期了，所以洛莉，我会每天都陪着你的，我会不是每天，我会每周都陪着你的。每一天的话就是要每天发 IG， 不过这样也是。平面的啊，就是看着照片，这样很空虚。毕竟人是活的，要发一些动的东西吧。对，没有嗡嗡四吵的生活，仿佛失去了重心，没有了目标。那你们在认识我之前是什么度过的？你这样讲就好了。先努力在12月跳整场公演，所以我就说在十二月，我觉得这个12月以前的话，我们都不要太轻易的立 flag，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就等着吧。汪汪加油，洛里，我会的，我会的。我们先把现在眼前的事情做好，我们再讲求大的吧。大目标有，但是小的先做好。共勉之。暴雷仔汪汪，我没有暴雷，我只是想跟你们说，就是你们可以期待一下，给你们一点期待，期待一下看十二月以前到底会不会全部都跳完呢？或许有，或许没。都可以发日常照也行，这样我才知道你衣服，我衣服真的很不多，而且衣服都长得很像小梁，你这是在考验我的，你知道吗？我哥你的期待，这又是什么梗？跟熊妹果然有缘分，我很不想，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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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我不想，好坏啊，超坏的。看来11月没了吧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不要问我 ，Ola B， 不要害我。我绝对会用同一只手握你跟熊妹，看会不会有影响，或是一样傻会抵消。
你觉得我跟熊妹是同一种人吗？不是吧，明显不是吧。所以第三种你刚刚讲的方法一定不成立。十一月肯定有，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啦，应该是没有。所以点歌陪你失败，小仙现在很需要补充一下能量是吧？其实我也好需要补充一点能量。我也想补充一点能量。哎咻 ，OK。邱飞，这不是很有这个我可以念出来吗？这我不能念出来吧？天哪！今天也去桃园国际棒球场跑。对啊，你们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可以跑？是请假吗？你的眼神是瞒不住的，因为今天没吃过敏药。别再表我啦！别再表我，这过时了好吗？这去年的事情了，我们不要再炒这个饭了。谢谢弟弟的红玫瑰，弟弟是不是差不多也要？这是什么？谢谢提屋的能量话筒。呜啦啦啦啦！要善用，要善用那个话筒。对不起，我的能力只能37张，没有关系，洛璃，不要跟我对不起，这个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跟我说对不起。这个绝对不是重点，知道吗？财力那个真的就是身外之物，我这样讲。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容易让我穷，让我穷一辈子。不过我觉得是信念问题，好不好？钱是带不走的，虽然钱很重要，没错。不过这个永远都不要跟我说对不起。谢谢小千的红玫瑰。谢谢特优，你什么时候来的？特优，我是不是延迟又延迟很久了哈？谢谢特优的拍拍手，疯狂！你的头贴是什么？太阳头吗？还有柠檬的星辰，甲口王子说有童勋的照片就可以，真的哈？那我就发一些以前的照片喽。你要唱看，我不会唱啦，这首歌不是我涉略的范围。小千，我努力。我还欠老人家两首歌呢，老人家，一个是晴天老人家跟欧乐 B 老人家，算是帮安安维持热度。我相信不管怎么样，安安的热度都一定会比我高。不过我还是要帮他刷存在感了，好不好？帮他刷存在感是我答应他的，怕大家忘记他。看一下哦，哎。在场有不少饭来参战，你说也来看，也去看桃园的，是不是？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好？可以去哪？说去哪就去哪。看来该再加券了。你的消费安安看得见，哎，这个也是刷存在的一种啊。就是每一次来看我直播的，都一定会想起周家湾，周家湾。晴天说你就用90天每天模仿安安之前 IG 的一张照片，我觉得会被讨厌。我跟你说，如果没有来看过我直播，然后是安安的死忠粉丝，他一定会讨厌死我，你信不信？我也会。绝对不要再消失了，我真的会退坑哦。哎，对耶，这个医生好像也要休息，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哎，这样你家你好倒霉哦！我只能这样讲，太倒霉了吧？怎么刚好你喜欢的，然后都要时不时都要休息的？天哪，没关系，我不会再爆冲了。我说爆冲是指不会再乱讲话干嘛的，不要让公司盯上我，不要让好爷盯上我。哎，这好好听哦！上班下班，上班下班，这样啊。等一下，你穿完才好啊，这样岳母的衣服才会出来。为什么会觉得我穿岳母的衣服啊？我很少穿她的衣服，除非我这衣柜是空的耶。我们有帮你盯着哪部分？
努力发文顺便的更新衣柜啊，我哇塞，你是当我的衣柜会是那个哆啦 A 梦的百宝袋，要什么有什么，对不对？我就是说衣服蛮单一的，所以也是要考验搭配技巧了，不能说衣服少，是我搭配的能力不够，我应该是这样讲，对。哎呀，特邀晚安，我现在看到你的晚安了，我该又大延迟留言了，我想。来，让我当你的避风港兼充电站，我很需要晴天，我很需要充电，觉得生活太忙碌，都忘记生活的原本的样貌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没有在吐。谢谢晴天的真情告白，是真情告白吧？刚刚那个应该是，我是真的蛮需要充电的。看一下。我丢话筒想听你唱歌的，结果变成部落。你丢了话筒给我，我不会见得唱歌啊，因为你没有说要听唱歌，我就不会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是吗？提乌是新朋友，我记得你上次有来过两次三次左右。看一下哦。怎么刷成在敢模仿他吗？就是时不时提一下他在干嘛，我相信他手机应该还是可以回的吧之类的，或是模仿也算是啊，模仿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他的一种方法。旧照片，比如高中、国中，这也太旧了，没有到那么多年前啦，小梁，大概就是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大概一年之内，或是两年之内，一些之前出去玩的照片会发。就是对，可能就刷一下存在感吧。太无情了，真的是太无情了！你们不要使单理行不行？全世界都要无情无情的。米嘉乐说：“我目前比较注意的只剩翁跟竹了。”你是不是都喜欢这种吵的？除了怡真以外，怡真已经是气质型的，怎么反差这么大嘞？米嘉乐，你吃的菜反差很大哟。星星，我们的留言都不会让你被盯上吧？没有啊，波西很难说呀。有些人就是会开车干什么的，然后我就会也跟着，我就会搭上车，顺路的搭上来了。他们说我是个没有用的年轻人，这时候也点一个来。小新，你最近还好吗？你忙有没有觉得生活充实，心情就比较好一点？干嘛的？才三个月不会忘记好不好，他就怕呀，他就有在讲说他怕三个月大家记性很好很差就一下忘记。你要克制住上车的冲动，我就是会不小心的。嗯，我目前比较注意只剩下十几个呢，这句话就不用讲了，谢谢。晴天说别人可认为嗡嗡是暴走型偶像，但对我而言是我暴走型对象，拜托你赶快暴走，赶快暴走，把我抱回去新加坡，谢谢。问我以前的照片，谢谢嘉阳的红玫瑰。都发吧，我认识你还不够，还要更多吗？就是一些照片的照片跟现在这样直播是完全不同的，照片我可以修一修修修修，我不像我自己啊，对不对？连抓周的照片都要拿出来发，我可以发一个婴儿时期的，但是我觉得婴儿都长好像，所以发我可能发其他人，你们不会觉得是哦，是你的这样，或是其他人。安安回来，不要把粉丝忘记才是真的，我相信他不会了。他时不时只要有在呼吸，就会在看 AKB 的东西，你觉得他会忘记吗？我相信你的修图功力没有怎么啊，这个是称赞吗？菊哥，代表说你觉得我的IG 照片都是蛮像本人啊，谢谢菊哥，谢谢，我也这么觉得。突然觉得好像不会修图了。米嘉乐说，怡真跟雨喵都休息了，握手会目前也没有他们的，所以你现在又少了想要继续犯下去的动力吗？米嘉乐，我觉得会让你真正不想犯下去的话，的动力大概是你交到女朋友了之后。没有比较好，我觉得橡皮筋快断掉了。
谢谢提屋的粉丝团，好突然呢，好突然。记得嗡嗡也有把小嗡嗡的照片贴在墙壁上，他已经被我拿下来了，因为我看腻我自己，每天看镜子又要看到小小的我，就是哎，好腻。好了，没有，他在旁边，我刚刚只是在干话的，就是干话一下。回小千，好像已经差不多了，我已经可以差不多跟上留言了吗？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太忙了啦，啊，太忙了。或是你要不要度假一下？就是先请个一周的假，然后那周出去好好的玩一下，就是外县市啊、外离岛啊之类的，你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啦。如果你真的想要双主修，然后不放弃的话，我觉得你先去休息一下，找回生活的感觉。果然翁进化前的小果然吗？小果然怎么叫？果然翁是 so nice 嘛，然后小果然是了。果然很小果然很小果然小果然。亚欧莫莉，谢谢亚欧莫莉的红玫瑰，谢谢你。点歌明明就很金，但是我还是喜欢你。为什么现在的歌名都一个比一个还长，已经比那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就会这样的想起我还长。那一首曾经是 KT 里面最长的歌，不知道几字步的去了。系统更新啦。婴儿时期超音波图吗？我这样找其他人的，你们也不会。我可以现在随便找一个图片糊弄你说，哦，这是我哟。小小翁的照片一定很可爱。不得不否认，小时候的自己都会比现在还要好，还要可爱。现在不可爱啊，现在不走可爱风格。没有错啦，脱单即毕业，不过还遥遥无期呢。谢谢洛里的 Popcat。 米加乐，我觉得你跟这个女生好像蛮有机会的，听你都会跟我分享你跟她之间的小小的小点滴，或是你觉得你问出来可能蛮有希望，而不是那种我不知道我该不该问，或是我问会不会讨厌这种的感觉，好像稍微有点机会吧。你自己感觉怎么样？阿波晚安，刚刚听成萧伯啦。果然我对耶，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的粉丝团的人一直在增加耶。我还记得以前粉丝团好像都 还没有人使用，就现在突然就暴增，怎么会这样子？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就是谢谢你们。对不起，我没有其他矫情的话要讲，就是谢谢，由衷感谢你们。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什么？等一下，体悟这个是歌名吗？还是说你真的现在跳上车子，然后要离开台北？你是台北人吗？台北人吗？应该是台北人吧，会这样讲话。直接拿安安的超音波，把它刷存在感，贴在这边说，来，我们来帮周家安。算了，有点不吉利，算了，别说了。现在走仙姑，我仙姑已经好久没出现了，你们居然念念不忘，天哪，应该不可能吧？我觉得，但感觉听起来是他蛮，就是你们应该至少算是会聊天的关系吧？我觉得比起都没有互动，然后你在瞎猜，还好很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相见？对，很久了。这句你刚刚讲的这个歌名已经构成一个句子了，你知道吗？矫情的话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可以先那个来台语小教室跟念榜了，对啊，他们啊，对对对对对，我把它放在旁边，结果还没播，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来播这一首歌。抱歉抱歉，小千。仙姑才是本屋吧？我突然觉得翁同勋一点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被你们讲的好像一文不值一样，你们真的是很过分哦，很够恨哦，哈，很够恨！我要把这个擦掉。
我要干嘛？台语小教室，就在放空了。我觉得在直播上聊天有点像是在帮我做语言复健哎、欸，因为我平常几乎不会讲话，就是我生活啦，平常生活几乎如果啦如果没有直播的话，我一天讲的话应该不超过十句，所以这个你在帮助我语言复健，就是这么的神话，不用怀疑，不用怀疑，不要怀疑。不要怀疑。我已经写好了，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安静风格的我，让你们体验一下平常的我是多安静。就是某一次直播啦啊，我们之后还要玩游戏嘛。等到我觉得礼拜四可能适合一些，礼拜二大家都有点厌世，你知道？哎，厌世是不是反而要玩啊？好的，好的 ，OK， 我们今天的。妖魔鬼怪，不要这样帮我预设立场。我还没有教你就说是妖魔鬼怪，我是要教一些正常实用的东西。我们哪次教的不实用？你告诉我啊，都是很好用的，在 reset 上面很好用啊，你们就不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来，我们今天要教什么？教这个叫做周家弯腰，多实用，帮他刷存在感，刷满刷好。周家弯腰怎么讲？来，跟我一起念。周家拍腰，周家拍腰，周家拍腰，哎、欸，来造句一下，哎、欸，我囡仔吼，我的年纪大呀，我周家我，周家拍腰的时阵，我的腰拢会疼的，唔知是唔是周家弯害我的。欸、因为我周家弯腰疼疼，烂死了！我自己又觉得好烂，好荒谬，但好好笑。周家弯腰，周家，体悟感觉是要来听歌，结果没想到这个主播都不唱歌，都是来讲一些垃圾话的。几时能用到？小熊熊回一下，你可以在周家湾回 TP 的时候说周家怕腰啦，不是弯腰，周家怕腰，周家怕腰，怕腰。我看到一排乌鸦飞过去，呀哦 Molly， 哎，新粉丝，谢谢你们，还会来第二次我的直播，第三次我的直播，谢谢你们喜欢，谢谢你们不嫌弃。先给你们一些安抚。
我的直播就是如此啦，好不好？就是会有一些固定单元啦，台语小教室、特色念榜、可爱三连拍，然后满满的干话，所以谢谢小熊熊的掌声鼓励啊！要找健身中医治疗，这骨神经痛，哎，这会讲哦。谢谢建国拍手，天天开播，我天天来，真的真的，本来是新粉丝，变成现在是老粉丝。谢谢洛里的 pocket， 没有，你要去找周家湾治疗你的周家湾腰痛，好不好？那不是坐骨，是周家湾腰痛。你刚刚那个造句跟中邪一样是怎样？我觉得很顺啊，难得造句造的这么顺呢、欸。好啦，我们先念榜好不好？念榜，我们把事情做完，然后赶快避开那三声。哎，对啊，居哥在，可恶，本来想逃跑的。本场榜，我们先念一下今天的榜。今天难得其他三草没有来，觉得有点不太习惯啦，好不好？真的是让我又爱又恨的其他三草，不对，四草，不要把那个绿哥算进去，而且我合理怀疑他今天应该是吴诺有拿他手机来回。嗯。有回呀、啊，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合作是什么概念？ One touch and you got me stoned, higher than I've ever known。第29名是小白兔，他今天进来无声无息。第28名是弟弟，他今天竟然没有要早睡，还说晚自习刚下课，可能每一天都要晚自习。对啊，我怎么跟不太上。第27名是阿元，阿元今天很早来，我该换一首歌曲，不太适合，除非王厂的。换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其实蛮多歌都很适合的，很多歌都很适合。不然我们用这个好了。这适合吗？我们可以试试看。我试试。好像有点难哦。第27名是阿元，他很早就来，但是后来都没有说话，应该是留言太多，不好意思讲话。第26名是样伟，刚刚来，但是今天没有看到他留任何一句言，真是稀奇呀。第25名是嘉阳，你们是不是都去看球赛？今天大概球赛结束之后，涌入一堆的人潮。哎，不是吧？第24，哈哈哈，白痴啊！白痴啊！我一直以为今天是绿哥的留言呢、欸，傻眼！24、23、22、20，哎，你们四个人都是改成绿居居的名字，我想说他怎么可以一个人讲这么多话？我想说吵死了。吵死了！居然是你们四个，这个一定是这个谁啦？哎、欸，你是要考我说谁是谁是不是？这个是24名是查查，哎、欸，谁双鱼座？摩羯座，双鱼座是哎、欸，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我要偷瞄一眼。偷瞄一眼，没有啊，双子
哎双，不可能啊！你们是，哎哎，绿哥是这个，绿哥是摩羯座的这个。哎呀，真是的，算了。24232221元四场，然后改成绿巨巨的名字，傻眼！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我一直在被你们骗，我骗了被骗了两个多小时。第20名是新粉丝北极熊，天哪，今天来了非常多新粉丝，都来不及招呼。第19名是鸭欧莫莉，好像偷偷进来2到3次，结果今天居然留言了。第18名是小翔。小翔最近每天都很早进来，但是他都不说话。第17名是特优，他最近都非常晚来，应该也是都很听不到声音。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跟特优聊天，继上次小薰儿之后，光头薰本人就没有。第16名。小熊熊推荐了我非常多好听的团音乐，看这次就是用这首，其实蛮适合的。第15名是99来一次的小千，哎，我真的觉得小千应该要去放松一下，偶尔上来直播间可以聊聊天，抒发一下你的心情。第14名是剑骨，今天也是很安静，到底为什么？他平常有时候会挑话题的时候话多。第13名暗红，今天意外有话比较多，大概3句也比1句来的好。第12名是甲孔王子，下次我擦其他颜色孔，看你认不认得出来。第11名是柠檬，叫你的笨熊那天洗手要洗干净。第10名是杨公公，每天都来变成老粉丝，而且是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放过的那一种。第9名，9名是拼拼，他其实已经每次都有进来跟我打招呼，但是之前几次留言太多就没有跟你说，真的很对不起。这边跟你说，我有看到。第8名是钟颖，今天好像还可以的，蛮早，算是中间时候来，但是还是都不讲话。第7名是波西。波西想要独挑大梁做这个直播间的台柱，都是他在讲话，那四草这样整我实在很不想认他们。第6名是龙来，今天非常的收敛，不过我想因为你们想要让我早下播，真是贴心的龙来。第5名是侧脸控的细腿小梁姐姐，你其实喜欢这样风格的我，那我就希望下次握手会看到你穿贝儿的衣服，还要露出一截腿，让你知道你是贝儿小梁。第4名是发生什么事？哎，今天跟你说完话，结果你就说要去睡了，哎呀，可恶，居然漏掉了。第3名是晴天，今天也是一如既往的撩主播，不过我想我要想办法让自己不害羞，不然每次都让晴天得逞。第2名是黑流星，我猜他现在应该也是在上班中偷偷偷薪水。第1名居然是新粉丝提乌，哎，居然吗？提乌，很高兴认识你，我才认识你大概2-3次的机会，没有好好的可以聊天，希望之后可以看到你早点进来跟我们聊天说话哦。我觉得他声音要盖过我了，不过这样比较听得到，很好听，哎，这首歌很好听。
我笑到一直倒，你还敢讲哈？茶姐姐哈，你们，我想说奇怪，那个我其实没有发现啦，我没有这么细心，就是绿居居每一次颜色都不太一样，有粉色，有白色，不过想说那应该也没差吧，应该。谢谢嗡嗡直播辛苦了，谢谢我的洛梨，我还是要每天都喝洛梨。如果有经过水果店，水果店，对，水果店的时候，我都会叫一杯洛梨汁，我会继续的，我会继续表达我对洛梨的爱，洛梨，哎，好，看看哦。谢谢 Steven 的红玫瑰，不能生气，谁跟你生气气，谁理你啦啦啦啦啦！你们这样整我，我生气的几分钟不为过吧？奇怪，下线啦，晚安，弟弟晚安，弟弟，哎，晚自习到这么晚真的很辛苦哎，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倒头就睡吧，我还没办法看直播哎。谢谢嗡嗡，我都存档听歌啦。但是提悟，我跟你说，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因为有留言延迟的问题，所以呢，我唱歌的几率是少之又少，除非有特别有被点歌，你知道吗？所以先跟你说一下，你真的超可爱，超什么东西？嗡嗡今天真的让我们笑爆，我对嗡嗡这么好都加粉丝。谢谢弟弟的啾啾。突然想到一件事，嗡嗡跟面面加布在。什么东西？嗡嗡跟面面加布在同步，我会不会被面面 ban？ 为什么会啊？你说面面会大喊黑流星，然后我就会知道是你了，是不是？我没有发，我真的想说，为什么绿哥可以这么吵？他可以一个人留两三次言，我想说他今天怎么回事？哎，原来是你们都在骗我，好吧？我会记住的，我会记住这一笔的，你知道吗？辛苦嗡嗡，辛苦辛苦你们，辛苦辛苦你们，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我不知道是我到底是气到语无伦次还是累到语无伦次。腰某里是嗡嗡，我的腰不拆开念是念摇哦，摇吗？摇某摇摸里摇摇摸里摇摸里摇摸里，很高兴认识你哦，摇摸里，我看看。明明我们中间还有分身吵架，你都没有发现，你们有吵架吗？我只知道他好像有一堆绿哥在讲话，我就觉得好吵，我能忽略就忽略，结果没想到原来是那么多人，是不是？嗡嗡直播原来还太嫩啦，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吧？不是这样讲吧？我只是觉得他好吵，所以我想要选择性忽视他，你知道吗？小梁，我对小梁就不会这样子啊，是不是？我是怕你大叫，然后被面面ban吗？我大叫黑流星吗？你又没有说你要让我知道你是黑流星，应该是你去找黑流，你去找面面的时候，他会大喊，然后我就会知道你是黑流星，应该是这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才对。我们还自己跟自己讲话，你还没发现？对不起哦，我刚刚真的深信不疑是绿居哥在吵，你们真的是让我讨厌他的舞，大概两个小时左右。辛苦了，笨嗡嗡，哈喽熊，你们家的哈喽熊比较笨，谢谢，帮我转达给他。哈喽熊，小梁说又有精华了，我突然觉得学安那个已经不算什么了，你知道吗？好啦，我们现在可以先可爱三连拍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帮回回唱生日快乐歌。上次他其实是在礼拜一嘛，礼拜一还礼拜二的时候生日，我看一下。是几号？回回在吗？回回在吗？我鼻子好痒。哦，回回是31号啊，所以是礼拜天那一天。回回 ，Are you 在？这是什么英文？这其实是乌诺的点子，我还特地把字界删，我也没有把它点开来看啊。就算你，如果你删，你删跟不删，我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你知道吗？我连男女性别都没有注意到，没有跟到小教室5158，你在混呢、欸？哈，你在混，我都是我要台语小教室要预告哦。绿哥成最后，我大概真的讨厌他了2个小时，想说这个人怎么吵，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讲这么多话、啊？这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柠檬说 ：“Hello 熊，起码不会被他会哦，你不要太小看他。”我说：“不要小看他，小看他的笨。
好好笑，太好笑了！你等一下看一下，我可以逃避一下吗？我可以先不要吗？晚安，今天第一次来，哎、欸，欢迎战士，你来晚了，我准备要下播了耶，我准备要下播了，你才来。我最明显，因为我只有我是女生，但你还是，我真的没有看啊！你看我连看到性别我都深信不疑了。所以好吧，应该是我累了，好吧，我累了，我眼睛花了，老人家眼花了。刚刚去洗澡了吗？我还没有把它擦掉。51508，今天的台语小教室是这个，再跟你重新的，毕竟是我挚爱的学生。谢谢提屋的眼睛也这样重，这个是我们刚刚教的。朱嘎帕哟，朱嘎帕哟，周家弯腰。然后我刚刚造了什么句？我刚造，我敢那我的妖妖怪怪，我就甲就甲拍妖的时阵，敢那疼疼。我感觉是就甲阮伫咧雷，伫咧海外疼疼。谢谢绿哥的掌声鼓励，跟51508的掌声鼓励。我们可爱三连拍，哎、欸，回回真的不在是不是？回回在吗？回回一声，回回两声，回回三声，谢谢我的洛梨的 pop cat 跟茶茶的门手礼，我不要，我要气到礼拜四，好，气到礼拜四，让你们胆战心惊的过每一天，看你们敢不敢在那个小子里面乱讲话。很实用哦，实用到我都不知道要用在哪里了。我就跟你说，你们要在他回来那一天去他的直播间里面大刷周家弯腰，朱嘎胖哟，朱嘎胖哟，就知道了。这个是在对他应援，为他应援，为他刷存在感。比那一次我怕你更生气，看我心情，看本姑娘心情。回回不在，对不对？哎，回回怎么回事？回回。又要拖更久了，你的生日，回回五声，回回六声，谢谢可爱三连拍，等他，三连拍，可爱三连拍，今天要做一个表示不以为意的表情，就是你们四个不足以让本姑娘大动肝火，对。表示鄙视，呀，鄙视要怎么鄙视？咦，2、3。对，不是这个有鄙视的表情。谢谢 T 五的眼睛那种三还没三，三要一个鄙视的，鄙视要啊，好痛啊！痛的时候还是要抓一下鼻子的痒，哎、欸，你们太过分了哟！你们太过分了！我打到，然后给我掌声鼓励是怎样？是，只要口红王子关心我，只要口红王子，我明天不礼拜四你们就看到紫紫的淤青。不要给我掌声鼓励，我没有比较开心。我要先把事情做完。可爱第三，三是我要这样。算好，做完了。哦，熊熊熊，我好痛，帮我呼呼，不然我要截肢了，帮我呼呼。他们都吓我，我觉得我更痛了。小熊熊，晴天我也好痛。你看看，见患难见真情，好不好？患难见真情，你刷新了我对可爱的定义，不可爱吗？你太晚认识我了，因为你认识我越久，你就会觉得我越来越可爱，越漂亮，越甜美可口，越
越正越性感越就是所有集一身所有的赞美词，好不好？可以，最喜欢流量下巴吗？一二两点，桌子坏坏打他，桌子坏坏打他啊啊啊啊！你看他，他刚刚跑来撞我，这个坏桌子要换掉了，我现在把它换掉。帮我问一下桌子还好吗？这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个叫什么加分簿，然后这个时候谁该加分谁该扣分，就是已经开始在作业了哈。所以你们继续你们的表演。帮你得一首蔡黄汝的《他帮你呼呼》。哎，这首歌我很会唱哎，你好，唱完要下播了啦。唱完要下播了，这个明明就是安心雅的，你是在哈喽？这首歌是安心雅的。白雪公主住在那栋高楼大厦之中，红色的茶房每天都该遵守的接送。是谁送来七束鲜花，令她有了笑容？我只会唱副歌。是谁的幸福？哦，他是谁的孤独？童话故事的爱常被现实反复，爱常有万字拦路，爱常有两人嫉妒。你受伤了，他帮你呼呼，他帮你呼呼，爱，他帮你呼呼，他帮你呼呼，爱。好，谢谢。很好听吧，我突然觉得不痛了。谢谢乔乔帮我点的歌，谢谢。我觉得可能礼拜四就无情于天啦，于天啦，于天啦。OK， 我准备要下播了，我不理你们了。我今天等一下倒头大睡，倒头大睡，谢谢录来的，掌声鼓励，跟阿北的掌声鼓励，有点宕机。姚摩里。还有题目的看好我哟，跟杨公公的红玫瑰，谢谢。没有乌诺，这个是愧疚心态，你的愧疚心态。嗡嗡晚安，好好休息，晚安，我也要准备睡啦。谢谢洛里的守护女神，要开开心心，可可爱。好，会，我保证礼拜四给你看到更可爱的我，给你更可爱，看到更可爱。你们四个，对对，只针对你们四个讲的哈。晚安，拜拜。哎呀，小白兔来晚了，小白兔，我刚刚念你呢，谢谢小白兔的守护女神，女神，你这样我要怎么办？晚安，小白兔，谢谢小白兔，谢谢嗡嗡我的女神，晚安，拜拜，我的男神洛，我的水果神洛里，晚安，大家晚安。米迦勒、钟颖、查查、欧乐B 这个人真是。暗红、杨公公、提乌、剑骨、慧香、小梁、柠檬、阿北、巧巧、嘉阳，每个人都要讲一次。乌诺，晚安，波西，晚安，钟颖、姚摩里、绿哥，超多人的。OK， 晚安。好好，拜拜。